跟我最好的朋友去玩。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蝉，嘿，把星星都敲醒，月光晒得很凉快。Hello， 大家好呀，我是西西，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厨房这么多东西，哈哈，好像又回到了之前去环岛的时候我的出发的场景。对，我们要出发了。这边还是属于东的啦。这边属于屏东吗？Bye-bye.
是啊。那位是道家的一位什么？哦，那边有土地公还是那边道家的什么？土地公也是道家的吗？不是，好巨大，好巨大。道教不是道家。道教巨大的神像。像是可以触碰的蓝天，太美了！我的天，这种海岸线就是应该下来整整。路止于此，海始于诗。哇哦！喜欢海，大抵是因为无法拒绝的无言的海风，缱绻的粼粼波光，以及这一刻的平静美好。让海风吹散一整年的遗憾。庙会的车，庙会的车，庙会的车。
在山脚边宅荒芜海边的公路旁，居然坐落着一家很清秀的小店。在风中飘扬的潮都这么的疗愈。我跟你讲，拍海去那边拍是最棒的。就一边路边的 seven。就是一个路不就这样子吗？对，我觉得很不一样。想买的东西啥都能够买到。抬头一看，这样的窗景简直就是一幅构图完美的画作。这个景色更可贵的是，画家的调色板都难以调出来。我可以把这里称作为台湾最美的蟹纹吗？在这样的美景面前，此刻让我感到全然的平静与放松。就是这样，离海景释放。是这个，是这个，刚才说是这个，有树的对吧？有树的，有树。因为我对这边的海景舒服的地方。台湾的美好是镜头前真实记录感受到的。有自媒体说陆配这个群体说一套背后一套，他们没有来过台湾，也没有融入过我们这个群体，所以并不代表他们说的全都是对的哟。这边是便当，全部都是便当。那边也有，那边也有啊，那边也有，超多。我们只是为了爱情远嫁来这里，用心经营着简单的幸福。那边有无敌海景，还有树可以看。这边还有书可以看，在这里上班也是一种享受啊。台湾到处都有 seven， 都有便利商店，所以而且卖的价格完全一样。嗯，卖的价格完全一样。嗯，不会说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比较山，嗯，会比较贵。嗯，会因为这个地方远贵。嗯。不错啊，漂亮的外面，有影片录到的还要美。我认识的陆配群体都是真心喜欢台湾的，有在台湾做交换生认识男朋友，也很爱台湾嫁过来的，为了爱情嫁过来，克服了远嫁要适应的环境以及饮食问题等等。这个问题我相信就算是中国大陆南方嫁北方也会有很多不适应不习惯的部分，而并不是背后吐槽台湾人前故意夸台湾的好。这边就是非常漂亮的海景。我相信台湾的美好不需要故意夸赞来赚取流量，
镜头前展现的真实，大家不就有目共睹的了吗？我们这个群体无需为了流量而故意夸赞。后来才知道台湾是个流量密码，很多海内外华人都在说台湾。最近有看到一些自媒体矛头指向了陆配，自我揣测陆配这个群体，但他们并不是这个群体里面的人。说陆配夸台湾赚流量，其实不然。我因为嫁来这里发影片记录生活，没想到被推送了。幸运的是，流量选择了我，不是我选择了流量哟。有一位 YouTuber 姐姐鲁国巧娘姐姐说的就很清楚了。他有分享很多陆配的真实真诚感人事迹，三观很正，我很佩服和赞赏他。我们也仅是在平台分享正能量以及开心美好的事情，简单生活，好好爱人，没有那么复杂，那么多能耐。我相信真诚美好善良的人也一定会被一样对待的，而虚假欺骗的人也终将会被反射。有一句话说，当你是佛，你看到所有的众生都是佛；当你是大便，那你看到的所有众生就是大便了。我们要前往下一站了，有更多有趣的分享哟。我的这一期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的观看，拜拜。